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兄弟，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01面，倒算第三行。对中啊，看起啊，倒算第三行，对是故经文，菩萨摩诃萨对这来看起啊。行义功德智慧以修其心，这是安乐集经所讲的。引用大经啊，甲人讲，菩萨三贤威的菩萨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称菩萨；摩诃萨称地上菩萨，都是十地菩萨啊，菩萨。摩诃萨行义行行常，常常啊无间断，以啊功德智慧来修行，啊都、就是起心动念，甲智慧有相应无？甲功德有相应无？这是真正伫咧做诶人，面讲咯，律师学者即初学诶人，未能破相，破相确实毋是容易诶代志。菩萨啊，破相咯，摩诃萨那破相。连戒嘛破了，金刚经顶面讲破四相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菩萨拢破了。那四戒呢？是金刚经后半部。那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，这个境界深了。啊！摩诃萨婆罗，佛这经的内面所讲的，都话拢啊是咧讲别教，别教初地相当啊是啊原教的初祖，所以咧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啊，41位法身大师，啊，拢嘛是。啊，摩诃萨拢是大菩萨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这是原教甲别教无同的所在。啊，破相无容易，会当唔免破相，这就是正宗的大业往生。无破相，该成就，咱啊才有指望啊。安怎修呢？以上专辑啊，啊，都、就是专念到极处咯。啊，本经教咱发菩提心，以上专念，专念到极处，未讲未往生的。后面啊，特别的交代啊，不思议啊。无需要怀疑，这个代志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也以大经的内面讲了，是菩萨最大的障碍。也有怀疑就未当啊，精进咯，破坏了精进，那破坏精进。有当时啊，还阁会对咯。
现在行人是用地心主说啦。现在啊，这个世间的修行人，实实在在啊，应该地心是真心啦。啊，地心另外啊，这个意思都是讲这些道理，拢从清楚、从明白咯。啊，你一丝毫疑惑都拢无咯。这个信叫做地信，啊，不是迷信，不是勉强的相信，啊，是真信。不必先求理想啊，这是正宗无比的殊胜啊，但当老实其名。啊，相信佛菩萨啊甲咱讲的话，决定真实啦。这个理太深，相太复杂，啊，咱只要相信佛讲的，绝对啊袂动摇，绝对袂怀疑，你就啊，一直念落去啊，持名念佛，一直甲念落去。一生专志啊，无不往生。啊，头前讲的啊，这个办法实实在在啊，是为现前的众生度生死海之之难之险呀。这是啊，讲咱现前，现前众生只有这条路，只得咱那一条正确的道路，啊，一条正确的方向啊，咱那无需要怀疑，决定啊会成就。上这个上啊是顶面的一段，弘忍经论，以明之明念佛殊胜第一，修七念，以文专念，应文以向专念者，如。观念法门所闻，佛说一切众生根性不同，有上中下，随其根性，不改啊，宽专念无量寿佛名，无量寿佛名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诸佛菩萨啊，是慈悲高加觉处咯。啊，不忍心看到众生作业受报，啊，六道轮转啊，苦不堪言。第六道，咱一定都爱知影，决定是伫个三恶道的时间啊较长。第三千多的时间较短，为什么呢？一个人，咱细心去甲观察，观察家己，观察别人，对早到暗，对呀、啊，初一啦、啊，到腊月的三十，这是一年呀、啊。决定是恶念多，善念少。啊，什么是恶念？为家己就是恶念，啊，为众生啊，就是善念。啊，咱想看卖，我这念头是为家己较多，也是为众生较多。为名闻利用较多，也是为正法救助较多。
一个比较就知影咯。恶念罪啊，恶的行为罪啊，啊，你都伫六道内底，都伫三恶道的时间较罪，也过何况六道众生。烦恼心所26个啊，善心所也只有11个呢。哇，这句话讲，善啊，第一未过恶啊，恶念罪啊，恶的习气重啊。那未何恶习气所牵所念？哎，都不是啊，凡人咯。啊，修行无相当的功夫，无可能袂好环境啊所念。哦，环境所念，肯定是去六道轮回啊。轮回心造啊，六道的业啊，阿弥陀佛，把这件代志啊看个真清楚，看明白咯，知影六道众生修行成就困难。太难太难了，确确实实一万人的当中，难得有一个。也好，咱想到3000年前，释迦牟尼佛的大法。流传伫世界各地，有一寡所在一200年就无咯，有一寡所在500-600年就无咯。当年地主因传法，四面八方分头去教化，唯独传到中国来的一支啊。在中国确实生根，养种开花结果，成就超越了印度。是什么原因呢？这个原因咱啊，早都体会到了，因为咱认识佛法是师道啊。中国人了解师道啊，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人呐，不孝父母，伊哪会尊师重道呢？在外国，确实，伊嘛知影孝道。我伫真侪宗教典籍内面有看到，但是无中国人遐尔重视，啊，无中国人遐尔认真，啊，认真落实孝道的是中国的这个族群。然后佛教在中国发展了，自然就会真顺利了。啊，亲像净业三佛，这是大乘最高指导原则。佛家起码讲啊，真明白，这三条是三世诸佛净业净因呐。三世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
一切菩萨修行成佛，拢未当离开这三个原则。伊啊，头一句都是孝养父母，第二句奉师师长，这讲啊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为什么佛教啊，传伫其他所在拢没落咯？无孝道的根啊！中国人孝道的根啊，定格真正好。在哪里世界灾难？一般讲起来，中国人所受的灾难比外国较轻。什么原因？祖先所修这个呀、啊，无同款呐。中国这个族群，老祖宗是以伦理道德起家啊。当年都无同咯。啊，伦理道德应该较富裕，在中国至少认真教学咯。我的估计至少是一万年。君亲帝国啊，那现在。虽然做好了这一百多年，对地也还是真深。过去咱伫汤池做实验，三个月，这个小镇的居民良心就发现了。啊！咱这个教学的老师，一个一个拢呆了。原先估计都爱教两三年，才有一点啊成就，无想讲三个月成绩这尼啊好。这证明什么呢？证明中国祖先啦、啊，祖德高啊，根高。都是无人教，一个有人教，马上就明白了，就觉悟了，就回头了。证明着两件代志，第一个是人性啊，本善啊。三字经顶面讲啊，人之初性本善。第二个证明人啊是非常好教。这么容易教，这也是咱的根高啊，祖宗保庇啊，三宝加持啊，真紧人就觉悟，就回头。这在其他国家地区找无的啊，我伫前几年的当中，确实经历过找一个所在来做实验点，找几多年拢找无啊，言无固着，最后是意想未到。在汤池小镇做出来了，啊，持名念佛的殊胜利益，只有持念，这是弥陀经上所讲的，即持名号啊。
啊，大乘教内面叫咱什么都拢来放下，正宗是大乘，只有进门特别，一切拢放下，甲名号掠条诶，啊，其名。其名，各进一步专念，各再进一步意向专念。无量寿经顶面讲，发菩提心意向专念。观念法门所讲的，这个公告一切众生根性无同，有上根，有中根，有下根，这是啊，起起生中，生生世世，大家啊所用的功夫无同，所得到的功德也无同啊。但是呢，随其根性。不管你是上中下都一种的根性，佛拢嘛是啊，教你专念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啊，念四字念六字拢好啊。连地大师在世时阵，有同学向伊老大人请教，知呀，老人是念佛的，特别是晚年专修净土啊。问伊老大人是安怎来念呢？伊个人讲，我念四字阿弥陀佛，弥陀经上只讲即次名号，名号就是啊四字尔。啊，别人就问讲，啊你教别人呢？伊讲我教别人啊是念六字，阿南无。那么阿弥陀佛，阿爸，人问讲为什么你呀、啊、家己呀、啊、念四字呀、啊，甲别人念六字呢？你有什么无讲啊？大师就讲了，我对有情衷，所以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。深信不疑啊，发心啊啊！我定在这个一生当中求往生，所以我只念四字，完全是听经典的这个教诲，经典教我即是名号。名号就是阿弥陀佛啦。为什么教别人念六字呢？别人啊，无一定啊，真正想要生极乐世界啊，想要往生是用嘴咧讲的，对这个世界放未落。换一句话讲，伊无一定会往生，啊，就劝伊念南无阿弥陀佛。什么意思的南无啊？是皈依的意思啊！皈依阿弥陀佛，皈命阿弥陀佛，啊，有恭敬的意思，恭敬阿弥陀佛，客气话啊！啊，真正往生的就不免客气咯。啊，这客气话就会使免咯，一心专念，加南无的拢是夹杂，你看看。那个啊，转啊，转到这款程度啊，
一向专念，连历代书籍的啊开始意思啊是真深真宽，咱来细心去甲体会。哎呀，无疑老大人迄款的一心专念。决定有生，啊，这个下面加写着这个啊问答，问五种因缘及五念门，五念门后面有啊，后面会讲到。该是正业，何得有啊？念佛行专地一向之言也。无念门啊，是天亲菩萨讲的啊。伊提出来修行有五门：第一个礼拜，第二赞叹，第三发愿，第四观察，第五回向。这叫做五念门。啊，这个提问的人问讲，这五种因缘呐，啊，拢总是正业。为什么特别？对于念佛行，专地一向之言呢？啊，持名念佛。为什么一向专念？答：主有三义。第一个呢，为啊诸行，为会啊理说，念佛为理理说。这个会就是放下了。为什么叫一向专念？你要把诸行隆重放下，这个诸行是什么？未满世间幻门啊！哎呀，真正放下。那具体来讲呢，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一切经典，你全部啊，拢加放下了。只有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认真精进不懈啊！你行这条路，艺术的这所在啊！何你专心？何你会得到三昧？得到三昧了后，你会开悟，决定往生。艺术的质地啊！家己念佛，念佛是为立而说，其他放下。自立之门，你也都以门亲立啊，当时分修啊，这是第一个意思。
第二呢，为做念佛之正业，以说诸行之作业。都是协助你，帮助你念佛啊，是正业啊，正做双修啊，啊也以念佛为正修，做修呢，做修啊，都亲像啊，连敌熬夜。因那一生教化别人，也是啊，应机施教。有时阵教到一寡只个啊造型啊，有时阵啊无必要啊，念佛啊都、就是正行，造型也是个是念佛，啊正做拢嘛是念佛。就是看什么款根性，静坐拢嘛是念佛，特别容易成就。对到一种人呢，烦恼习气较重的啊。较愚钝的一种人，又高，不容易理解，啊，不如一心念佛较好。甚至讲世界，对他来讲拢嘛有困难。唔免乞丐念佛，乞丐都包括伫即个念佛的内底。即、這个佛念好了，伊个心内拢嘛是佛好，安怎会犯戒呢？这個、叫做道境戒。念佛内面啊，戒定慧三合具足。唔免过去创遐个咯，往往啊，这人看到的是下官的人、无知的人，到啊临命终的时阵，伊的成就，聪明人介伊是未必的。同宗同教的人介伊也未必的。这个代志咱唔捌看到。这韩法师迄个宝顶山的徒弟啊，啥人看有气呢？唔捌字啊，无读过书啊，音听无啊，也不响念。然后黑修就教伊啊一句阿弥陀佛，阿姨向专念。念了三年，你看伊行到遐自在啊，无地时机啊，往生的前一天，伊城市内面去看伊的亲戚朋友，还什么施行啊，伊无讲，就是要来看大家啊。真正是来施行啊，第二天走了，这样你要飘撇啦，同宗同教呀，甲伊是袂当比的。头前咱有讲到，阿尼宾的极乐寺的修布师。也未出去进前是土水西，嘛是唔捌字。你看无知识字啊，无破病
老干遐尼啊漂撇，遐尼自在，讲走就走。最后留一句话，大家咱深深反省：能说不能行，毋是真智慧啊！最后留一句话啊。啊，这两个都嘛算是出家人啊，在家居士嘛有了不起啊。我第一初出家的时阵，我就出家到教佛学院，在佛光山教了十个月。遇到一件代志，佛光山的山卡，哎，南一个小镇，内面有一个老太太，念佛人啊，念了三年啊，时间无长啊，老太太心地非常善良，唔知佛法。什么神啊，伊拢拜都是啊。什么庙，伊拢会去烧香。三年前，伊娶一个新妇咯，后生娶新妇，这个新妇伊知影佛教，跟人打鸡，唔通四鬼去乱拜，厝内啊设置佛堂。就伫厝内专念啊，阿弥陀佛啊！老太太真正是有善根啊，听新妇的话啊，真正袂搁再去乱拜咯。就伫厝内面服侍西方三圣，就是厝内拜佛念佛，三年徛良心啊。老太太真聪明啊，惊讲要往生啊，厝内人会吵吵闹闹，会甲障碍着啊，伊无讲，无甲厝内人讲。伊啊，走诶时阵是暗时走诶，食暗饭诶时阵，伊叫厝内人讲：“恁得先去食，我来洗一下身躯。”实际上呢？伊是办伊往生的代志啊，真正有洗身躯咯，做个清清气气，换着新的衫。啊，厝内一个小佛堂，就是小佛堂的面前，面对着佛像，徛咧去的啊。后生新妇等伊食饭，但足久也无出来，啊是安怎呢？啊，去找伊。房间内底无人，看伊真正洗身躯咯，搁去甲车啊，看伊伫个佛堂徛咧，真个正正坐坐，就伫条念珠，甲话也未答应，向个面前一个详细看，伊往生咯，已经走了，一点啊干料都拢无。40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代志啊！这个小镇的人对这件代志记忆犹新啊！我讲啊，这个故事啊，真侪人拢嘛知影。跟我讲这是真的，不是假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一项专念的性质表现啊。第三，以念佛力为证，以诸行力为榜。我闻啊，一向呀，下些记忆呀、啊，
伊向专念有下面三字啊，伊食会下有行，专立念佛，这第一意思。以他修行的方法拢总无碍咯，我都猜出啊，这个方法以向专念。我拄则所举的这几个例，拢是以向专念。无比殊胜的成就啊！这是咱未当唔知影呀。啊！安提一句好好，一门亲力不杂他患。这简单啊，布丁师成就，修布师成就，大人这个老太太成就，我所看到的成就的人真多啊，拢是这个方法啊。诸行古会啊，对立念佛名号一法，是名以向专念，你者为一念佛为正业，为做处正业。你修诸行，念佛为主，无行为助。诸业啊，诸助啊，助虽无助啊，助助有运用。东离弥陀一行万海，故曰明啊一向专念，这就是宾主爱分得清楚。亲像连迪熬夜大师，因都清清楚楚、明明了了啊。甚至有提出来，持名为正啊，以持名为主，正主拢嘛是啊，一向专念。要有一挂军来，众生唔是无有啊。咱伫个净土圣贤录内面有看到，伫古经段内面也有看到，伫净宗历代祖师录有看到。伊那有学大乘经教无？有啊，学华严啊，学天台啊，学不知啊，用这个来做造型啊，但是。都是做啊，主修的，做你啊，一向专念啊，一向专念啊，伊啊，一向专念为主啊，做是做什么呢？帮助你断疑生信啊，这个法门难信之法啦。帮助你认识事实真相啊，就是经教的面讲诸法实相。为什么你认识啊啊愈清楚愈容易啊放下？我一句话讲，真正最的障碍，自然就会突破了。障碍就是放未落啊。放不下就是对有这个啊，诸法实相无了解啊，总认为讲眼前啊，这个大项拢是真的。西方叫做世界，只是听讲尔，无看到，也有怀疑啊。这都需要经教来个帮助，
引导帮助咱这部无量寿经好啊。大经是下林基老居士汇集的，解也是五念祖，咱来做伙来学习吧，从学习的这个心得来分享，咱来讲伊做演绎啊。这些拢嘛是帮助咱认识叫做世界，认识阿弥陀佛。嘛，认识了啊，娑婆世界啊！啊，咱对这个啊法门，对这个啊意向转念的方法，相信啊，深信不疑咯。一心转念，决定有生净土，其他的想学的拢放下，到叫做世界结果来学啊。介伊这个物件拢不要紧啊，暂时放下，先来去叫做世界，到叫做世界有的是时间，有好老师，有好同学。中学的当中啊，有专门啊修学这个法门，啊修心性啊，修法相啊，修威慑的啊，啊有专门的老师，咱啊才有这个能力去找到啊。有什么拢袂妨碍啊？寿命长啊！目前这所在寿命有限，以有限的寿命来学无限的啊佛法，那有可能成就？无法成就啊！啊，只有到极乐世界，大乘初得第一得，正宗第一得就是啊无量寿啊。寿命长久啊！啊，你就是有的是修学的时间咯、哦。过何况伫叫做世界，都那甲读书共款，逐工拢伫咧课堂啊，时时拢嘛伫咧学习，真精进啊！伊也无中断的时阵。西方叫做世界无暗时啊，因为迄个世界是光明的世界啊，因啊无需要挖苦日月啊，啊，咱这个地球都要靠太阳，无太阳都袂用哩。啊，地球的自转，就形成日夜。你是暗时，你是工作暗时啊休困，叫做世界无暗时，所以啊，精进是也不间断的啊。叫做世界人无需要饮食，咱的食饭嘛中断咯。你无需要饮食啦、啊，你去迄个学校就是休息，你要的生活啦、啊，生活才离开这个世界。啊，咱想看卖，去什么所在才会去找到这好的一个修学环境呢？好老师呢？啊，咱修学所需要的条件，迄、那个所在是完满具足，一项都无欠吗？回想到这个所在修学是偌辛苦呀，咱也想要一个清净环境拢找无啊。
啊，咱想修学的资料也找无啊，指导的老师也找无啊，啊，同窗导游也找无啊，真苦啊！啊，今仔日世尊菩萨祖师大德，甲咱讲有遮尼好的一个去处啊！这个所在啊，每一个人都买当去啊，都惊讲你家己唔肯去啊。你若真正肯去，大家人拢会当生啊，极乐世界。那人拢会当去亲近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甲咱看作是一家人。阿弥陀佛知影讲咱拢是一体。啊，所以对咱的爱护、对咱的关怀、对咱的教导，咱啊一点啊依歇啊都拢无。啊，完全放心，你说我可以啊，对咯，我可以肯定成就。那第二句来对，就是念佛为主，无形为主，修这功德，将这功德回向啊，往生极乐世界，提升品位啊。但是呢，做修一定得随缘，唔通去攀缘。为什么呢？攀岩跟咱的静修都未相应啊！对啊，静修是有妨碍。虽然都无妨碍了，也就是讲。所修的缘是自然来的啊，我唔是去找伊的啊。真像我最近啊，这几年啊，在国外，因为有伊伊这个事件。出现了恐怖战争，这个较早唔捌有诶啊！啊，要安怎来把这个冲突化解？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代志啊！啊，咱学校找着我，希望我帮助伊解决啦。这随缘呐，这不是攀缘。这是一件好事，这次世间法拢必须建立伫个安定和谐的社会，一个动乱就会感觉到非常困难。但啊，家己生伫这个动乱的这个时代，咱何尝未向往啊？过去啊，祖师大德伫这个所在带一世人呢？一世人啊，拢嘛无落山啊！当今时代，回万大师，即咱的净土宗的初祖，伫江西庐山建东林念佛堂，以好客为界，自动都下123个人，都伫迄所在念佛。目的就是求生极乐世界，这部经都是啊无量寿经，因为弥陀经、观无量寿佛经这还未翻译出来。完工迄个时阵，都是以一部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是最早翻译的，
在咱想象当中也非常可能是以安世高啊翻译的这本诗团咯。在翻译这个经典的目录里底，安世高确实有这本，但是这本今仔日找无咯。啊，无量寿经对啊汉朝，一直到宋朝800年间，总共是有12次翻译。这12种的版本有7种啊失传，流传到今仔日啊只有5种啊。所以咱有理由相信，也猜出安世高的这本。安世高伊是意译，甲陆续法师同款，非常适合中国人的口味。啊，古代的环境，安世高的经典，咱上爱去读。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爱读。玄奘大师翻真多，无人读伊迄本。除了《般若心经》以外，流通真快，其他的经真少人去甲读啊。拢用伊来做研究的参考资料。啊，伊的经是第一个，唔是意译，翻甲真精啊！即外国文化甲中国无同款。中国人有一点无甲落习惯啦，所以啊，这个啊，静坐咱啊一定爱清楚。比如讲，伫今仔日，你看这个世界动乱，众生太苦了啊！如果咱啊有缘会当啊，帮助这个世界啊恢复。安定和谐，这是好事啊！有缘就爱做啊，无缘就无需要去做。家己一定都要清楚啊，静坐啊，分明啊，前几年我有这缘分去做咯。啊，现在有戏咯！我想搁做咯。好，去幽灵啊，做的人真多，人都唔免去做咯。所以我就一向专念。啊，伫大境界啊！去用一点仔功夫，啊，每天甲同学斗阵来学习啊，4小时啊。现在体力也过会用力，好啊！但啊，这一生的当中，决定放生，这是无量的。欢喜啊，未搁再浪费时间，未搁再浪费精力，一定要守着一项专念，静坐拢也是念佛啦。阿姐啊！以念佛为证，无形为谤，正谤有别啊！谤就是啊，作修作言，正作相修，处处分明啊！以向念佛为主，虽不下无修，乃可名为以向专念也。无论啊，心透啊，这句是念老啊，伊认为讲这款的讲法真正透洞，
是以念佛行人，无不兼修礼拜啊啊，做愿回向顶啊念门呀，这就是五念门。五念门佫加一个赞叹啦，佫再加一个啊观察啦、啊，就圆满咯。伊讲了三个。这个修啊，都、就是啊，这个拜佛啦 啊，特别是咱现在的咧啊修行啊，拜佛是上好的运动，五体投地，每天会当啊拜三百拜，至少啊拜三百拜，对啊身体健康是有真大的帮助。华当筋骨啦、啊，一面拜佛，心内面啊想阿弥陀佛，嘴内啊念阿弥陀佛。拜佛的时阵，别念，唔免啊出声。啊，发愿，回向，啊，赞叹啊。观察拢啊会当兼修，我连门拢会当兼修。天亲菩萨，伊是念佛往生呀，净土圣贤都嘛有伊，往生端内底嘛有伊。伊故啊，相说即啊念佛之人，亦见其。往生咒啊，大悲咒啊，准提顶咒，迄兼持啊，上心经或者金刚经等等，依次诸座分明，念佛绵密，一概啊，不为有一向专念呀。这念头甲咱提出来。哎呀，老大人家己就是安尼生，但是伊是以念佛为主，无论修下多一个法门，要禅要密。啊，李炳南老技师嘛是安尼生，啊，伊每工持咒。伊也参过禅，啊，亲像坐香伊无啊，伊完全是念佛咯。但是啊，伊持咒，只要是无论修什么法门，拢总拢是回向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会用的啊。这个也无。违背一向专念，无量寿起信论，敬重初志啊，基础啊，终是终现啊，说明这个意思。论法无量寿经起信论，是平仄清居士所著作。行者一发菩提心，当修菩萨行，如世出世间所有一毫之善，乃至无边功德，悉以清心自性心回向极乐，也得名为一向专念。凭这经记述。前清乾隆年代，是一位正宗在家的大德，伊无出家啊，
伊的心，伊基督的身份，修行方法，念了啊，介绍伊的时阵又讲啊，用现代话来讲呢，伊是孤干的主题。啊，披这青的老伯啊，是乾隆皇帝下面的这个兵部尚书，就是现在国防部长，哎，因老伯啊，所以啊，伊就是贵族，啊，伊无需要啊去工作啊，生活啊是无什么顾虑。这个人真聪明，较无20岁，伊考到这个啊进士，这是国家的高考啊，伊考掉，考掉一般拢卖去做官咯，伊无做官，伊去学佛。考到进士，说明伊个啊文化水平是真高啦，通宗通教，显微圆融啊。伫佛门是大通家，伊个著作真多，《无量寿经》啊，《起信论》都是伊写呀。行者啊，是修行人，计划菩提心。发菩提心，你就要修菩萨行。像这个菩萨，菩萨大慈大悲，世间出世间法，有一毫之仙，这是讲上界水修仙。无边功德是大仙，不管是小仙大仙，你那是去度到，你啊拢应该去做啊。这是菩萨救苦救难呐、啊，所以啊，应该以亲心、自性心回向极乐。你看，亲心、自性心回向，这拢是菩提心。啊，菩提心的体是自性心。《华严经》里面所讲的，亲心是啊自性心的自受用，回向是慈悲啊。啊，大慈大悲。是他受用，所以菩萨决定是用真诚清净心修这出世间一切善，这个意思讲啊真好。啊，修一切善法为啥人呢？为众生啊，不是为家己。以修仙的功德。回向啊，往生极乐世界，无求别项，绝对未求人间富贵，绝对也未求名闻利养，求生极乐世界，真正讲真好咯。啊，念老对于这个赞叹啊，这句话更加将主旨了，讲得非常正确。不必记下必为，必为就是一切显化了，乃名转念嘛。下去一切烦恼就叫做专念，那是对啥人呢？伊无这个能力啊，
啊，无智慧、无能力、无因缘，你就唔免去修一切善法，专念阿弥陀佛。念阿弥陀佛，就是啊，专修善法。啊，你甲弥陀念成功咯，你临终的时阵表演给大家看，这一个表演就度了真多真多人。啊，以这个功德，绝对是未输啊！行菩萨道的这个大德啊，修一切功德的人，绝对未输因啊！临终的表演之交啊！啊，我伫香港，我是1977年。第一摆来香港来讲经，迄个时阵，当年港湾的老太太，东湖林啊，已经往生咯。这阵代志啊，我是无看到，我只听讲，从怀我属于知影。啊，真好咧！向技术因应该拢知影，好势力啊，专家也是虔诚的基督徒，妈妈念佛，但是啊，后生媳妇有孝心，并无反对啊，住来设佛堂，专门啊供养老太太，老太太往生。开一个啊，往生大会，招待记者，招待媒体，做了一个往生的表演，有滴喜剧啊，住在往生，这一个表演，因家的这个后生媳妇亲身看到的，隆重啊念佛，拢啊皈依啊敬重啦。也真的啊，这是表演给你看，不是假的啊。啊，当年客观啊，这个道场在建筑，就是因家的厝啊。以后捐献出来，和佛教做道场。所以老太太真正有智慧。往生的时阵，甲伊个后生媳妇讲，伊讲我今仔日往生，啊，恁伫我身边啊，啊，念几句啊佛号啊，送我，嘛是讲咱的母子一场啊，啊，真正走咯，真正看到这个事实真相，所以我都转来念佛啦。其实啊，当时那是有真正有高人啊，佛菩萨来教伊啊，教好势力啊，也会当啊袂违背基督教，基督教徒嘛会当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迄就啊，还佫较圆满咯。为甚物佛经顶内底有啊？你看真多婆罗门教，拢甲释迦牟尼佛学佛咯，并无放弃的宗教啊。显示出佛教不是宗教啊，佛教是教育。往生极乐世界嘛是教育啊，到极乐世界去读书啊。那极乐世界是学校啊。伊啊，伊毋是天国啊！天国内底有国王，有天主啊。极乐世界无天主啊，极乐世界无国王啊。极乐世界是一个道场啊！你详细想看卖，
咱读遮侪经，释迦牟尼佛无讲极乐世界国主啊是什么人，无讲天龙是什么人，也无讲。伊看咱这个娑婆世界，释界天啊，初相天的天龙是台湾天龙，初相天啊，初相天的天龙摩诃修罗拢有啊。罗尼天，咱中国人称玉皇大帝，经典里面也称罗尼天主。伊也真正有亲像国家政治的组织共款，叫做世界无啊，叫做世界看来看去只有一个老师阿弥陀佛，其他拢嘛是同学，菩萨是同学啊，同学的展出是无共款。有51个阶级，十信、十住这个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级是同学啊。不可思议的，遐侪同学无同的级别啦，拢嘛是伫同一个讲堂来上课。拢伫一个讲堂来听经，就是阿弥陀佛的本书啊。佛以一音而说法，各个无共站出去听，拢感觉是你甲我讲的啊。众生各个随类解啊。这咱世间人做不到，刚提一个教室，拢听佛的讲，听的个人欢喜啊，适合我的听多啊，嘛适合你的听多，适合凡夫的听多，适合天人的听多，嘛适合这些大菩萨的听多。所以啊，咱都要肯定。极乐世界是学校，是阿弥陀佛所办的佛教学校。各种啊，无同的级别，拢总有啊。做会的上课啊，这个老师的本事是不得了啊。你想要听什么经？你听到伊就是讲这部经啊，奇怪。随着家己的心愿啊，想学什么，你听佛所讲的啊，都是这个法门。我想要听华严，伊想要听弥陀经，我听的都是华严经，伊听的都是弥陀经。这是以音说法啦，随类的。解啊，深深显示出性德不可思议。咱华严虽然是无学完呢，学了知影就挂了。延寿国师的黄文观，咱有学两遍，道理有明白一寡。实际上，佛有说法无？啊，免讲佛了，
啊，严惜完教，初诸菩萨，妄想分别执着拢破落啊！啊，就是讲妄想分别执着拢总放下了。妄想是什么呢？起心动念，放下就是不起心不动念。不起心不动念，有什么话通讲呢？无法去说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刚经教下49年，咱爱问看卖，释迦牟尼佛是毋是有起心动念无？肯定无啊，无明说法。这经教内底有一句话咧讲：说理无说，无说理说。说确实有言语，大家拢听到咯。无说是什么？虽有言语，亦无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也阁未用，说法都爱有分别执着，这才能说法啦。也释迦牟尼佛确确实实无起心、无动念、无分别、无执着。这个摩尼佛做会到啊，阿弥陀佛哪会讲做未到呢？啊，释迦牟尼佛对的，就是咱娑婆世界六道的众生啊。咱会看到，看未到的有诸天、有声闻啊、眼觉菩萨。咱六眼凡夫看未到，迄就无算了。这个讲法不可思议啊！佛当年说法，你家看听众，听众听多无济啊！啊，无论在家出家，这内底有菩萨。有声闻，有眼觉，有诸天，人间内底有智慧真观的上君呐、啊，也有五识下君呐、啊，懵懵懂懂，释迦牟尼佛全部拢给因啊得多了，至少嘛有证书的缘故，一音说法。水类的界啊，释迦牟尼佛表演予咱看了，真正有这能力啊，不是假。阿弥陀佛就更加免讲了，阿弥陀佛讲经说法的对象，四土三辈九品啊。啊，从基础里面呢，天人有天道、人道的；方便土里面有声闻、有缘觉、有菩萨、有佛；十法界里面的佛及往生的，啊，真正有正果的发心大师。41个阶级，这是讲堂内面的大众啊，听到参差不齐啊，佛以一音说法，随类的解，说理无说，无说理说，拢会乎众生啊，
听有咯，心欢喜心啊，感悟啊，正果咯。这款的学校，你敢唔去呢？真正聪明病了，愈早去愈好啊！唔能够耽误咯。啊，咱若想要度众生，真正成就，转来才度众生。现在度家己啊，拢未当度咯，那可能度众生？所以你真家叫了世界创清楚、创明白了，你才知影讲殊胜啊！你才知影讲世出世间，这无第二个这样好的小学环境。所以在这个世间，佛法大乘法发菩提啦，净宗也无例外。关键是咱家己，咱家己爱衡量家己是什么款的根性，这个啊太重要了。如果不是上根立地，我就爱老老实实。一门深入，一句弥陀念到底，三年就成功，就会往生啊！啊，那是讲有缘分、有能力啊，也过会当啊，行一点啊修善，帮助众生做一点好事，爱做，唔通无做，无做安怎呢？啊，无做你就无菩提心吗？你呀、啊，无慈悲心，这个甲菩提心是相违背啊！啊，做了安怎呢？做了不着相啊！啊，这点重要。做了着相了，你就会对了啊！为什么你对了到啊名闻利用去了？无论做偌济。拢总未得上，功德之回向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回向往生啊，见佛啦啊，就是这款的一个念头啊，就是这款的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，那就对了。你无论是行大善、小善，是何止善。啊，甚至讲无量功德，拢总帮助你往生，你会当做啊？啊，祖师大德佛菩萨嘛，就是讲惊咱啊，缘啊，殊胜了家己，把持未调，啊，就会啊，退心咯，啊，就会对路咯，这是错误。啊，这种代志呢，自古以来点点嘛有啊，不是无啊。啊，大乘是随缘，随缘了后才攀缘，那就也发缘愈来愈殊胜，到最后安怎？最后未当往生啊！这世人所做的是什么？人天福报啊，来生享福啊！那、啊、就错了，所以佛菩萨啊，祖师大德啊，在经论里面所讲的，咱来啊，真正细心去甲体会、去观察、去反省，啊，互咱家己有智慧，会当辨别，有能力，会当学到。作利无作，无作利作，安尼就一点啊问题都无了。
就是讲做了，做了以后有什么效果，唔免放在心内，这就对了。何人讲的啊？只问经文，不问修行啊。这会当保持着清心，就是清净心。啊，咱这个经题顶面清净平等觉、清心、自性心、回向极乐，这也叫做一向专念。所以不必记下，必为乃名专念。以佛性变一切处，有起有下，不明念佛果，讲个真好啊！为什么呢？有起有下，你也是有分别执着。啊，只要有分别执着啊，你就麻烦咯，是错咯。不起错了，不下嘛错了，只要分别执着坏的，拢嘛错了。啊，如果无分别执着，啊，拢丢了，起丢了，下嘛丢了，做也丢了，无强唔丢呀。所以标准是什么呢？标准就是真心心、清净平等觉。啊，咱讲的菩提心啊，这十二啊，真心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这十二那底有这十二，记下作为拢是对的。如果甲这十二啊有违背，啊就转错了。这叫做不是菩提心，教化众生啊，成就无量功德啊。以念念甲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，这就对了。除论心切时机，比这清技术这款讲法非常的切合现代时机。当前世人世事繁多，波澜病毒竞争，将你念佛，这个不容易啊！你也无办法把这个事业放下。门关起来，专心念佛。现在何修林技术在做，做个真好。伊跟我讲，伊规个早起咧诵经念佛拜佛，公司内面的代志啊，不闻不问。食过中昼了后，公司去上班，管理公司的代志，你下当啊，抽出早起的四小时做伊的功课。这时搬做头家人是做未到的啊，伊做会到，伊会做会到，嘛是伊啊。修学的缘成熟，不是五年呢。你看伊家己，大生就是地主鬼，真正做到了。就是甘愿偏，实现业道，伊真正做到。然后啊，因啊，一家人拢做到了。
结果推荐到事业上、公司等下员工，全部拢做到。每一个员工主动自发，无需要管理，无需要督促，大家拢是遐认真，拢会啊负起责任。所以早起唔免去上班，下晒唔免管代志，诵经念佛，做伊个功课，这是啊现代人的好榜样啊！但令深信切愿，求生。啊，净土出来变作四气之念，这嘛符合一向专念。啊，经商做这个企业啊，代志啊是真多，来就马上处理，处理完念佛。这就丢了。对于净宗，对于佛教、佛陀的教诲，家里安怎来做人，安怎来呀、啊？自家安怎来工作？管一个公司啊，都是帝国啊，自家帝国。经典里面都嘛有教诲，有理论，有方法，有啊经验嘛，有效果啊，你都嘛应该好好去学习啊，都嘛甲伊啊变做日常生活，思来变做思去即念。做完马上就念佛，世法本无碍有佛法，世间法有妨碍学佛无？没妨碍啊！何况啊，经已说出世间一切的善行，以啊自性心回向极乐，这几句话啊，太难得了。世间的善行，做世间的善行，用真诚心回向极乐世界，故一名一向专念。故其信论，兼行世仙，上得名为一向专念。这个其信论是。啊，无量寿经起信论，唔是啊，大乘起信论，比这些技术做呀。伊个话，咱哪会当相信？伊个即个著作有一寡拢是，哦，历代的祖师大德因啊所肯定。啊，印光大师对伊的著作都非常的赞叹。更何况啊，更何况兼修无著世法，无是什么呢？其他的不是净宗的著世法的显形啊，例如阿育大师。分析五坛文这些碎本册啊，那些大师的小品啊，写得非常好。有善者欲生西方，不必改为念佛，
但故性观即参禅即净土行也。啊，凡圣五坛内面呐、啊，这小段，这是咧讲参禅的人，伊嘛想往生啊西方极乐世界。然后会带书个这些人讲，唔免改为念佛，你就参你的禅，加参禅的功德，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是应你啊！这是啊，三辈往生最后的一段，叫做。一心三倍啊，不是修净土法门的，是修大乘法的。无论修下多一个大乘，只要会当啊，把你的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，隆重得生。阿弥陀佛的这个门非常广大。啊，咱明白这道理。啊，有其他宗教的会用未？肯定会用的啊！你信基督教，唔免放弃基督教啊，来皈依佛，唔免你就好好啊，依照基督教去修。你命中的时阵啊，将你修行的功德、求生净土，决定得行。问题就是讲，你也爱认真做，才会用的啊。这个道理就是净宗基本的原理啊，真正即佛土净，你所修行的拢是修清净心咯。只要清净心现前，真心心现前，恭敬心嘛啊现前咯，用这个来回向求生净土，哪会讲未往生的道理呢？啊，修行的宗教拢未妨碍啊！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你甲看介学的真正多，所是啊，宗教内面的传教士啊啊，也有宗教内面的啊管理人啊啊，甲释迦牟尼佛学习啊，释迦牟尼佛无讲叫伊啊改变宗教。佛门内面啊，讲外道，外道唔是讲佛教以外其他的宗教啊，唔是。外道的意思是心外求法啦、啊，这是外道。佛法所修的是向内，是明心见性，是求智慧，求清净心。真像咱这个啊，经典顶面讲的，你爱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，修觉理不昧，这都是得学佛啦。无论用什么方法，拢嘛用你啊。只要得到清净心，求生净土啊，拢总拢会当往生。决定啊，无障碍。逐天念佛，逐天啊分修大乘，心未清净，也是未当去啊。唔是讲佛号念较多就会当去，你那创错了。念到清净心现前，清净的心，清净心的现前，清净。你要把誓言啊放下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伊在扰乱啊，咱的心未清净，必须把妨碍啊清净心的隆重的放下。
啊，这是往生必须要具备的条件。然后，有大师的这几句话啊，是讲得真好啊。那个看下面呢，有大师，这个大师的称号有大师，经暗观阶段都是闭关啦、啊，阶段来修行，持往生咒。修行净土，并作两句为誓啊！译文：我以自性心、勤心、回向心，念彼向三珠，结一切净坛，转持往生咒，唯独是随时，以此功德力。求啊，决心安用，这是我的大师下面啊，注解啊，讲得真清楚啊。足净但求往生信愿，即参禅持咒，该净土行也。我的大师持咒，结一切净坛。伊这个期限无长，亲像打三次同款的七天，比七天的关叫做方便关。啊，这个呢，一般都是咱讲的精进佛七啦，但伊唔是念佛，伊也持咒。这个七天完全念往生咒，这个记号啊，最重要菩提心，发菩提心，以向专念，我以自性心、勤心、回向心，这都是菩提心。念彼向三珠。出家人念彼向永佛，这是啊表法。念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念修家己照耀别人啊，是这意思啊。念修啊，念骨较多啊啊。如果那是无慈悲心啊，去帮助别人呢？这个香都唔免去念咯，念咧无好意义啊！呀，何必呢？念香的意义是时时刻刻提醒家己，我已经发了这个誓言，我必须爱安尼做。看到众生有困难，一定要伸出援手来去援助伊啊！啊，念佛的用意伫即地啊！啊，出家念伫个头壳顶，在家念伫个手骨顶面。出家人啊，已经是受过大戒。头顶已经连结了，通常特别法官也会当啊连在手骨顶面。我捌看到，看过法师真正难得，世界修行那就真清净。啊，手骨一个撑开，哎呦，连了空间有十几、二十个啊，这个啊香巴。对待人啊，伊都无慈悲心吗？看到人有苦难，伊啊总是啊相骗。
这就错了，完全错了。以为莲香会降佛，佛则无介意看到这个的。啊，甲佛门这个表法的意思拢总用错了，以为我念较多，佛就介意了，哪有这种道理的？念是你家己看呀，家己发这个愿呐、啊，爱兑现呐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连一粒嘛会用你啊！看到这个啊，提醒家己，所以一定爱明白道理啊。什么意义呢？哎，创可以清楚，伊会起作；创不会清楚，等于讲安尼是降佛，佛欢喜，错了。你看，也够连枕头啊，降佛啦！观世音菩萨阁嫌两只手也无够用，也都要用千手千眼。你只有两只手，阁该烧去，你敢会当办什么代志呢？你甲观世音菩萨背道而驰咯？错咯，这拢嘛是不明教义。误会咯，以为讲安尼做是对的。佛弟经常安尼讲是表法啦，唔是讲叫你真正去练枕头啊。转持咒啊，你家看麦，世俗里面讲啊真清楚，唯独是谁啊？做事的中医师。吃饭的时阵就无念咒，困的时阵也无念咒。在迄个时代，大概生夜暗长，困眠的时间标准的时间是中夜，这是经典里面讲的啊。哦，有大师对戒律非常有研究。啊，明朝晚年，伊一个人。在民国初年，在中国有一个弘一大师啊，弘一真多所在，亲像敖一大师，啊，敖一大师一个模式，弘一认真学习，学个真诚。有个啊，啊，这个这个所在足静，但故往生信愿到参禅持咒，改净土行。下面是又度弥陀愿中超之。游客大师，阿弥陀经三部最重要的注解，啊，第一个是莲池大师的所抄，第二个是敖耶大师的要解。第三个是游客大师的原中抄，啊，学小本的《弥陀经》，第三部注解一定爱读，啊，尤其是所抄的要解。游客大师一生就发华大悲光明弥陀灵验顶禅无虚力啊！游客大师平常的功课呢，拜发华禅，
来米参、光明参、弥陀参、灵岩参。这是啊，日常的功课。临终有的是一句，手书妙法莲花经五礼，佛歌唱经对者在，不念啊礼集，如是即修禅之经，本是净土行也。尤其大师是往生净土的，伊啊临终的时阵并不念佛啦，临终的时阵伊念南无妙法莲华经，这个方法在日本真正流行啊。日本念啊南无妙法莲华经，就是甲中国人念南无阿弥陀佛同款啦，真多啊！因也是天台宗的，甲地藏大师学的啊。啊，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